好心急啊，好心急啊！你见我哋揸住啲嘢，就知我哋去边一度玩啦、啊。哎呀，走啦走啦！今日天气非常之好啊！大家记得订阅、揿钟仔，唔该晒。急不及待就想去，其实唔系想，系扑去添啊！我哋终于去到海下湾。自己要用方法记住啲信息。萬一真係走散咗蕩失路要求救嘅話咧，你都要若果講到俾人聽你大概個位置喺邊度。晏啲你哋翻嚟嘅時候咧，個潮汐會好退㗎。一般呢啲日子咧，你翻嚟嘅時候都會係逆流嘅，意思即係你會爬得好辛苦。最惡劣嘅情況咧，就是你爬住架艇都唔喐。如果遇到呢啲狀況咧，我哋先將個艇靠翻近一啲淺水嘅海岸線，我哋捆住個邊緣咁樣。之前的男仔讲嘢，你以为是教练？唔系啊，系士多堡，即系租艇嗰个太子讲解个海下湾，可能曾经发生咗意外，或者有啲人好迟翻嚟，所以不断咁提醒我哋。而家我哋出发啦！海下湾系一个生态价值高嘅地区，有高度嘅生物多样化。同埋海下灣係一個天然嘅屏障，阻擋海水雜質嘅湧入，使到海水咧係比較潔淨。所以我嚟呢一度其實係揾我嘅最愛呢毛仔同埋其他海洋生物，唔知今日揾唔揾到呢？1996年7月5日被列為香港海岸公園之一。是禁止任何生態系統的人為活動，譬如釣魚、捕魚拖網，所以這裡非常之適合初學者來玩啊。喂，拍緊啦，等我唔知成唔成功啊。有啊，有啫 ，OK。好，散开，快啲散，耶！呢个走啦，到呢个啦，灯。去到八角嘴嗰度咧，會多啲魚同埋。我哋見到一個尖不甩嘅山，其實就係藍蛇尖。海下灣好似米鋪一樣，海灣內嘅紅樹林地區達到5.3平方公里。海下村嘅紅樹木總共有7種真紅樹。在成長中的魚生活在鹽水帶的毛脊椎生物的棲息地，海下灣公園很多珊瑚，亦有梗係魚毛啦。不知道我哋今日會唔會揾到魚魚呢？魚魚我嚟啦！人都話海下灣可以避魚圍，不知道圍唔圍到咧？其實我哋喺水底裏邊揾魚，咦，今日的水好似能见度好低喎，我左抄右抄，左揾右揾，揾唔揾到啊？浮啊，游啊，游啊，揾啊揾啊，其实揾唔到啊，只有啲小毛。哎呀，啲鱼系咪喺嗰啲罅嗰度？又唔系喎，你睇下，只有啲海参啊。你哋都唔中意睇噶啦，我要转场啊，走啦走啦走啦，转第二个场再揾。水底的能见度低，我哋揾极都揾唔到，我哋就要去第二个地方去揾心爱嘅鱼毛仔啊！快啲去揾下佢先。其实今日天气咁好，水流又唔急，冇可能揾唔到佢嘅。我哋要揾啊揾啊，一定揾到佢嘅。我哋一路咁样爬。爬下爬下咧，揾到一个好可爱嘅石。咦，你哋睇唔睇到啊？
好似個心形石。其實呢個石頭喺呢個方向先覺得似佢心形。我哋之前爬過嚟都唔覺得佢，梗係要打下卡啦。冇嘢玩，玩雙人合艇拼埋一齊，做唔做到呢？嚟啦嚟啦，合拼啊！爬唔爬到啊？我哋而家又有新嘅目標，我哋會去海下灣海岸公園嘅自然生態館睇下有冇魚啦。大家睇唔睇到個水流？其實呢個水流咧飄向大海，即係話我哋而家係逆流緊，所以比較費力。我哋又慢慢去玩下啦。今日太陽都有啲晚，其實海面吹嚟嘅風感覺到非常之舒服。海下灣海岸公園是提供香港唯一一個建於水上的海洋研究和教育中心。哎，喂，做咩背脊對我啊？耶！舉高，一二三。哎，我喺澎湖島，水，哎，排到逆水喎。搞掂，嗱，拍到呢條啊。快啲動作，耶！兩個合拼，合拼 ，combine， 合拼。耶！好，兩個一齊對住我。耶！噔噔噔噔噔噔噔，夠曬慢拍啊！呢個全部，啊，喺度爬下爬下，打緊八甲轉，轉啊轉啊，爬下爬下，唔得住啊，飄咗出。我哋準備咧就爬翻去依個岸邊，因為其實附近咧聽聞都好多魚喎，我都好心急，去睇下有冇魚。我哋翻埋岸邊浮潛，睇下冇魚先。哎，又要潛落去揾啊！希望有魚啦。咦，終於見到一條、兩條喺個石罅嗰度遊啊遊啊！你睇唔睇到啊？真係唔明白點解冇咩魚呢？真係唔係好明白。我朋友俾幅相，佢話海下灣可以揾到佢。我心思思走去揾佢，係啊，真係見到好多啊！但好可惜，啲水非常之混濁。我終於明白啦！嗱，你見到咁多魚，原來啊，由17號至到而家20號都係打風啊！天文台曾經掛到3號嘅風球，所以嘅水底嘅起曬浪。真係下次要再揀多一日靚靚天。再嚟揾下佢哋，咦？又見咗一條好大條嘅海參啊！多謝大家陪我玩周周，下次再見。